各位亲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我是胖叔叔和猪猪。哎，今天在这个梦想天音乐馆要呈现的不一样，不光只是说故事，而是胖叔叔梦想故事音乐会。嘿嘿嘿，小朋友喜不喜欢音乐啊？但是啊，要听一场音乐演奏会，哎，有些小朋友可能坐不住。但是今天呢，用很特别的方式，有两个童话故事，然后有很帅漂亮的音乐家哥哥姐姐们演奏古典乐，一同来演出。相信所有大朋友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享受，因为我在台湾曾经过有一次啊演出，但是这是台湾的第一次纯粹的故事音乐会，在北京去年一次，今年的7月12号，各位，胖叔叔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。演奏的是国家交响乐团的弦乐四重奏。哎，各位，如果你到北京去听啊，前排的就是1000块，然后中排800，然后尾巴的远远是600，啊，大家今天100块，而且还可以带一个人啊，那今天就好好来享受一下。哎，今天呢，大家会发现，哎，场灯啊好像比较亮，我们大家都看得见，这是第一点呢，跟音乐会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所有来参加的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爸爸妈妈、小朋友们，我们都是这个音乐会的主角，要一起来享受。那胖叔叔的说故事常常一开始会有一个律动，就是让大家一起很开心的随着音乐来动一动，然后像孩子一样的进入故事的世界。第一首音乐，这个歌曲非常好听，叫《音乐魔法》，里面有很多种乐器。来，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进入音乐的世界，来享受啊！爸爸爸爸
器呀、啊？小提琴、钢琴。哇，小提琴、钢琴。小提琴、钢琴。好厉害，胖叔叔只会弹吉他，我还不太会看五线谱呢。但是，到底我们可不可以都能够当音乐家？然后，动物也可以当音乐家吗？今天的故事非常的好听，总共有两个，都是著名的童话。第一个是格林童话，来自德国格林兄弟所收集的童话。今天这个第一个故事叫《布莱梅乐队》，然后第二个故事啊，就是著名的童话大师，来自丹麦的安徒生。这个故事呢比较特别，叫做《勇敢的锡兵》。到底他哪里勇敢呢？今天呢、啊，相信透过了故事还有古典乐的一起搭配，一定会让大家非常的享受。请大家啊，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梦想天室内乐团，拍拍手。
面粉，但是他越来越老了，年纪越来越大了，他能扛的小麦就越来越少了，主人对他就越来越不满意。哎呦，你真是没有用啊！啊，给你吃，给你住，你看你工作扛不了多少。哎，麦子，我看，哎呀，有一天呐，我把你卖掉好了，我不想养你了。小朋友，驴子为主人工作了一辈子，他听到主人这样说，他会不会很伤心啊？嗯，主人不爱我了，他要把我卖掉。我不知道会被卖到哪里去，我看啊，我还是自己先离开好了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里。这时候，这只老驴子就默默地离开了主人的家，一个人慢慢地在路上走着。那时候秋天，快要进入冬天，天气很冷，外面的风吹得很大。大朋友小朋友把手举起来来吹风，落叶随着风到处飘飞。老驴子看着这个天空，看着落叶，心里想，我到底能够去哪里呢？当他一个人这样流浪了好多天，突然他有一天他想通了一个道理。不行，我不可以放弃自己，我还没有死，我还可以有好多年可以活，我应该为我自己找一个新的方向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布莱梅城哦，那个地方啊好像很喜欢听音乐，我会弹琴啊，不如啊我就到布莱梅城去当一个音乐家好了。太好了。这时候啊，驴子突然有了方向，也开始有精神的，我要去往布莱城当音乐家咯。驴子就
就劝他了。狗狗啊，你不要伤心，我也是一样老了，主人不要我，还想把我卖掉了。我看你跟我一样很可怜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会弹琴哦，我要到不来梅城去当音乐家。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？你会弹琴啊？我想想看，我好像会打鼓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会打鼓，你会弹琴，我们一起到不来梅城当音乐家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有伴就好了，我们一起走哦。于是驴子就和老狗一起要往不来城梅城前进了。
农夫住的农舍屋顶上，又有一个动物很凄惨的在叫。在叫啊，呱呱呱！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进去吃了。
公鸡一听，啊，天哪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听了都觉得好失望，好失望哦。
就可以进去屋子里面，开始大吃大喝起来了。哇！哇哇哇哇哇！他们吃得好开心，觉得今天好像是在过年啊。
不怕危险，勇敢又机智。他们快乐幸福的永永远远住在一起了。这就是格林童话不莱梅乐队。叫声会很害怕，他的叫声是像什么？来，请回答。
猫咪也有叫，还有谁叫？狗狗、驴子、公鸡，所以四个一起叫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拍拍手。最后一个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小朋友，请帮我想一下，他们最后有幸福快乐的日子可以过，可是你觉得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值得我们鼓励跟拍手的地方？他们什么地方是很好的？你要怎么样来讲他的优点？怎么样来赞美他？好，来想想看，我觉得他的优点啊，至少超过六项以上，随便说一个。分工合作，掌声鼓励。哎，公鸡可以看远一点就飞高一点。请问还有呢？他们分工合作，他们会不会很胆小？对。他们不胆小，他们很怎样？勇敢。拍拍手。他们是勇敢的，而且他们还有什么优点？团结合作。拍拍手。一定要团结合作，才会有这个勇气走下去。还有呢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悲观。他们是永远都有什么心里都会怀抱着梦想，然后他们都会坚持到。哇，有梦想，梦想这边就是梦想，梦想馆你要跟他们领那个奖品。拍拍手，答对了，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梦想，支持他们能够继续走下去。请问？他们勇敢，分工合作，团结，然后呢，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要打败强盗的时候要有一个优点，那个还不止一个。当你要打败一个你打架打不过的坏人，你必须要动，有智慧，拍拍手。他们很有智慧，想到一个方法来对付这个可怕的敌人。哎，他们机智勇敢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想不到的？最后他们全部都成为了音乐家。哎，对了，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嗜好，都很喜欢音乐，对不对？拍拍手。相信喜欢音乐的孩子啊，可以说心中常常都会有很多的力量，有很多的勇气。最后，在今天第一段故事时间，我要带大家来享受的歌叫做《幸福的孩子爱唱歌》。我们就算不会乐器，我们也要唱歌，因为幸福就在我们身边。哈，来，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请起立。
怎么办？我们喝水，上个厕所，稍微动一动。下一个故事更为感人、精彩、勇敢的细腻。我们几点钟开始呢？准四点，准时看秒针开始的啊。所以大家请把握时间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个生日 party， 很多的好朋友啊，哥哥姐姐呀、啊，叔叔阿姨啊，都来了，他们来庆祝小男孩的生日，送给他生日礼物。其中有一位叔叔送给他一个纸盒子，打开来一看呢、啊，哇，好多小骑兵哦，拿出来一个一个算，总共有25个。当拿到最后一个小骑兵的时候，突然，叔叔，为什么这个小骑兵他只有一条腿哦？叔叔就跟他说，哎，是这样的，这个骑兵呢是我的朋友做的啊，他把骑融化灌到模子里面来做小骑兵，那么做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啊，这个骑用完了，所以就有一条腿做不出来，你会不会不喜欢他呀？小男孩看了看，不会啊，叔叔，我觉得他呀虽然只有一条腿，他还是站得很有精神，他还是很勇敢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小骑兵哦。小男孩把这个小骑兵放到了摆玩具的桌子上，那个桌子上有好多的玩具哦，小骑兵的眼睛咕噜咕噜的到处转，他就看到了他的左边有一个好美丽的纸做的城堡。
两个就这样子看啊看的，哎，看了好久好久，好像蛮有感觉的。突然，小骑兵旁边的一个圆圆的纸盒子，砰的一下跳开了，一个小丑就站出来，对着小骑兵是大骂了起来：“喂喂喂喂喂！”你看了那么久，你还看不够啊！你不要再看了，你配不上人家，我不准你看。他好像很瞧不起这个单脚骑兵。你们觉得单脚骑兵有没有害怕呢？没有。他面带微笑，完全没有被吓到，很镇定的、温柔的看着跳舞女郎。小丑没办法，只好回到盒子里了。一个晚上过去了，天亮了，小男孩起床就把这个单脚骑兵特别拿起来放到窗台上晒太阳。这个时候没想到窗外吹来了一阵大风，我们要来吹风了，来把双手举起来往外吹，一二三，结果小骑兵就这样被吹到窗外去了。
喂！你有没有买门票？有没有付我保护费啊？谁准你在我的航道里面航行啊？你给我停下来！小朋友，你觉得小骑兵有没有害怕？没有。他很镇定，继续坚定地向前航行。大老鼠只好让他继续开走。可是，糟糕了！这个时候，地下水道的水要冲到一条小河里了。那个水好像瀑布一样的好急呀，就把纸船给吹破了。没有了纸船，小骑兵就掉到了河里面，在河里面飘啊飘的，要往下沉，往下沉。前面就是你的坟墓了，你的生命旅程虽然到此结束，但是你心中的爱永远不会停止。就有卖鱼的鱼贩买到了这一批，叭叭叭叭叭，
没想到小主人家的佣人来买菜，就挑到了这一条鱼，带回家一切拿出来，他也很惊讶。哎，奇怪了，怎么那么巧啊？这个单脚骑兵不是小主人被吹到窗外的，掉到路上的，怎么现在从鱼肚子里出来了？哎呀，洗干净，洗干净，再给他摆回到摆玩具的桌上。小骑兵就这样神奇的回到他的家了。请问他现在会马上想看谁呢？跳舞女郎。他往左边一看，觉得还在不在呢？美丽的纸做城堡，美丽的女郎，她还在。两个互相望啊望的，跳舞女郎也觉得很惊讶，单脚骑兵怎么会回来呢？两个看着看着，这个爱的火呀就烧起来了。
听完这个故事，其实他很可怜。这个小骑兵，他好像不会讲话，但是呢，他的命运非常的特别。我现在来请小朋友来帮我回想一下，想到答案的可以举手。第一题，请问小骑兵他的命运非常波折，你印象最深的，你最想讲的，他曾经去过哪些地方？来，来，这个爸爸是穿蓝条的，来，弟弟大声说一个地方，就是对红色衣服，给他个麦克风，说一个地方。对，下水道。下水道，拍拍手。来，你哪里？菜市场，拍拍手。在谁的肚子里？在菜市场买？你说，鱼，拍拍手。它为什么会在水沟里航行呢？来，它坐在哪里？船，对，是船。拍拍手。来，妮妮，它有去那个小男孩的那个玩具的桌上。放在桌上，拍拍手。那个他觉得最幸福的地方了。但是也不要忘了，他最后他是去到哪里了？我说，火炉被烧掉了，拍拍手。他似乎不能够决定他要去哪里，风吹、水流、鱼吃他、火烧他。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请小朋友想一想。虽然他的去哪里不能决定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？他的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别人不能抢走、不能夺走的，他里面有一些很美好的东西，你要怎么来形容他呢？来，我先从后面的，来，你来说一个，他里面你看到了什么在他心里？回忆。回忆，他一直没有忘记啊，他去过的、看到的女郎那些事情。拍拍手，一个人要有回忆。他就有力量，还有呢，爱，拍拍手。通常他也可以选择恨、怨，我真倒霉，我怎么那么惨，都没有人要我，把我丢来丢去。可是他爱跳舞女郎从来没有变，他被人家凶，你觉得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个性？平静，很冷静哦，对不对啊？拍拍手。他碰到很多很陌生的、突然去的一些环境，他不害怕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骑兵？勇敢。拍拍手。勇敢、镇定、有爱、有回忆。那么，小朋友。你有没有曾经跟爸爸妈妈不小心走丢过呀？我有，我在逛百货公司，如果你看一个东西看太久，结果爸爸妈妈走了，你又发现怎么都没有爸爸妈妈，他们去哪里了？整个百货公司大人走来走去，你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来，你说服务台，拍拍手，可不可以哭啊？你如果碰到好心的，还把你带到服务台；如果不好心的，来来来，弟弟妹妹，我带你去找妈妈啊，跟我走。你也不知道会被带到哪里去，你一哭就惨了。可是你到服务台，你要跟他讲你的名字，然后才办法广播哪一个哪个小朋友什么什么名字现在服务。结果你一去服务台，不见了啦！小朋友不要哭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啦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没有办法帮你广播了。小朋友，请你要记得勇敢骑兵，他镇定，他勇敢，冷静，吸一口气。叔叔阿姨，我的名字叫什么？我写给你看，我念给你听，请你帮我广播，让爸爸妈妈来服务台找我，叫他们不要紧张。对，要镇定，要勇敢，
有时候家里面还需要小朋友来帮忙求救哦。哦，如果阿公阿妈昏倒了，干嘛了？小朋友，你打电话要打哪里才会有人？19，掌声鼓励。打了19之后，你总要讲你家地址啊，不然的话，赶快来啊，妈要死掉了啦！你家住哪里？我不知道啦。那也完了，你要很冷静的把地址讲出来，甚至有的小朋友还会按照叔叔阿姨的指示，怎么样来急救？小朋友，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勇敢的小朋友。不管我们的人生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心中的爱勇敢镇定，没有人能够夺走。最后，今天的故事来自德国，来自丹麦，有更多的故事来自世界各国。小朋友喜欢听故事吗？还有很多好听的古典乐，也是许多国家的名作曲家所创作的。我们透过享受故事跟音乐，我们可以更欣赏到美丽的世界。最选的叫做看见全世界。来，小朋友大朋友，我们一起来享受，请起立。开门，开门，门开开，碰撞我。
平安室内乐团，帅哥美女请到台前面坐着啊，看着我。